Hello， 大家早。OK， 我们来抽角色啦。先来免费抽，暗刺，因为召回也只能召回一只啊，所以我一定是召回一只。没有光，我昨天伺服器维修好之后，我抽了一抽啦，但是三星嘛，什么都没有。按大叔好还是光瑞尔？光瑞尔只能防守，进攻比较没有用。所以如果你不缺防守角色，就按大叔吧。按大叔其实也可以防守哎。70多万是王在晕眩的状态啊，打才会打70多万啊。所以不要，我才不要换121嘞。我已经换了啊，8888。现在等一下我确认一下，我是在8888频道没错啊。好，谢谢追随，连金光都没有啊，四星都没有。才刚开始你就觉得我不会让你们失望吗？8888让你一抽入魂，这么厉害。哦，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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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星神器，四星神器来了。什么叫不可能？有可能。 OK， 他觉得是四星也不是五星。这次新的神器我觉得不是很强，说来了漂亮的防守。什么东西？可是薇薇安要，薇薇安如果装备那一个神器，你要五回合才可以上一次两回合的护盾哎，我觉得很烂哎。他行动速不错，行动速度是15。如果你要给他穿打手装，你的行动速度并不会快到哪去，除非你就是攻击力啊、爆伤、爆率可能降低一些了，拿来撑速度，这样子你整体攻击就会低一些，然后速度快一些。感谢影子看我台友好吧，你抽到了吗？怎么好多人抽到了？十抽收工，我几抽啦？我抽了17抽、18抽，现在防护罩不可以叠啊，会覆盖的。所以如果你有别只角色有防护罩，就会盖过去。30抽毕业，大家都很快都抽到了。5抽毕业，121100抽0。新手要抽这一只吗？新手我觉得要抽欸，这一只是带肥角色哦，我觉得要抽说。而且新手我觉得很缺的就是打女妖的角色，打女妖讨伐的角色，所以这只刚好又可以打女妖讨伐，我觉得很棒啊。除非你有木刺啊，如果你有木刺的话，可能新手就不太需要抽了。但如果你要抽，我建议你最好要有保底的量，你最飞最飞抽到保底还是会有这只角色。这一只配时间也不错，我看一下时间神器好了，我觉得这只运气不是很好，先停一下。时间神器，消灭敌人的时候冷却时间减一回合，下一次攻击的伤害量增加，每次技能只能套用一次。OK， 也不错啦，就是二技杀死敌人的时候呢，所有冷却时间会减少一回合。如果每一回合都可以杀死小兵，可是这个就变成要打小兵，如果是装权杖的话呢，就不一定打小兵才能用。不错啦，时间的物质也很好啦。权杖是每一回合开始都有机会会减少冷却，所以不管你有没有杀到人都 OK， 大招都可以比较常释放。
对啊，如果你要带肥的话，带时间就超强，因为还会加攻击力嘛。精灵的气息不适合啊，因为它不是攻击的招式，就只有大招，大招又冷却时间5，然后装备精灵的气息就变4，然后你就要4回合才能触发一次精灵的气息，我觉得很烂欸。我这次连4星都好少哦。抽几抽啦？26抽，26抽里面才一个四星哦，27抽才一个四星，消业障了，今天真的消业障。今天又要唱金包银了，哦，真的完全没有，连光都没有哎，好惨哦。31抽了，32抽，33抽，全部三星啊！8888频道已经不再眷顾我了。Holy shit！ 等一下，等一下，我觉得有问题，这个词有问题。我们换3个8就好了，这个词有问题啦。全部三星是怎样？至少给我四星，我可以传送走啊，或者是卖掉神器啊，拿多一点粉末嘛。全部三星，这样我赚很少欸，真的耶。Holy shit， 叠字真的难抽。为什么要121？不要121啊，很可怕。121就是注定保底命啊，干嘛要玩到121？不要，死都不要121。又三星，真的后离妈妈了，连个金光都没有。我知道他一定是要酝酿，一次金光都没有，然后等一下金光出现就是五星，对不对？现在抽了几抽？45抽。哦，来了，你看，我就说吧，5星。4星神器，2次都是神器吗？这个超多张的啦，尘埃恶魔虽然是很好的。大部分的四星神器，我现在好像都已经有2张满了，所以现在抽到四星神器，我就是换粉末。我总比三星好啦，三星只能换一个粉末欸。他那2颗维维安的那2颗真的是不科学，超不科学的那个角度。我天哪，没有抽到，好歹也给我多一些四星吧。这三星的几率是99%吧，也太高。哦，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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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我听到光亮的一声。角色哦，没有，看我没有出来，小人没有出来，防守漂亮，哈哈哈。哎呀，我真的觉得这次要保底了啦，三星出现的几率还特高。真的没有吗？60抽了耶，60抽就出了3个4星，60抽只出3个4星。其他全部三星，等一下哦，我叫我叫我狗来。Lexa， 你要帮我抽卡，你知道吗？啊，来，乖，来坐下。我现在给我小狗，哎、欸，我看一下大家看不看得到。
Alex 要帮我按按滑鼠哈，来这边。他走掉了。Alex 来，慢慢，看你，看你，看你。哦，撒娇，撒娇，撒娇。来，你的手给我，不要走。手给我，来。我应该要训练一下，叫他帮我按。来啦，不要蹭墙壁啦，来。握手。滑鼠好像没办法拉这么远，这边，这边，好 ，sit， sit， good boy， give me your hand， OK， 第一抽 ，next 的第一抽，哎，还要按确认了，好麻烦哦，哎，还没完 ，next 不要走，第一抽，哎，那我按一下，那我按一下，乖，我应该买无线滑鼠的。Dex 第一抽三星啦、啊、好啦 Dex 拜拜谢啦他又不出去又想待在这又不帮我抽我觉得我好像在强暴他可惜不是连光都没有好啦又不帮我抽又要讨摸摸怎么可以呢好摸摸就要帮我抽，对不对？下次买一个无线滑鼠，给狗类角色三星的狗吗？哎，今天运气好差哦，是不是？是不是？你来也不带给我一些好运？我真的觉得今天运气飞到爆哎。怎么样？等一下，怎么办？我到底要换哪一个频道呢？为什么一定要换一二一啦？啊，换八七更好了，死都不要一二一。哦，来了啦，来了啦，终于来了 ！Come on， 来了，没有，又是四星。哦，天哪，都蛮正型的卡琳。哦，连出哎、欸！薇薇安，薇薇安 ，Vivi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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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人没出现。Dexter 想说我在喊什么？哎，今天保底命了啦，八成是保底。怎么样？你也想看我保底吗？嗯，是不是？我没想到这个角度还拍得到他哎，因为 Dexter 这边还蛮低的。Dexter， 你也不带给我一些好运，对不对？嗯，对不对？不是的。工程师帮我调几率，干嘛？我哦一次就调我几率哦，不用这样吧。而且你看国外的实况组，他们抽到好东西，就聊天室就会全部恭喜他。可是你们呢？你们这些人全部叫我一二一，怎么可以这样？你们贝贝，哎，真的私心哦，刚抽就来了。来了五星啦、啊！抽到现在再抽到也不算欧了，又没有，又防守。哎、欸，这次我倒是蛮少的。啊，继续。哦，来了来了来了，终于运气有好一点了，四星比较多了。神器四星，连他的神器都没抽到、欸，哎，神器没有保底呢。哇、哦，连续光哦！念力五星，五星神器来个五星吧！哦，出了，来是哪一个呢？孤挺花杖，好啦，至少是有用的啦。好吧，至少是有用的，至少不是歪到铁扇，对不对？
哎呀，保底了啦，这次一定保底，我已经认定是保底了，快要没书签了耶，谁把我的微微爱英雄召唤走了？剑上面一个，下面一个是怎么样？我的孤亭蛙杖被微微安夹攻 ，Who the baby？ 慢了几秒，或者是快了几秒？上面一个，下面又一个。果果在睡觉哎，好吧，不吵他了。真的跟叠字无缘呢。以后官方可不可以不要出一些有叠字的角色啊？还好现在有保底，真的没有保底会吐血，没有保底我可能要抽两三百抽了吧。好像没出签了哦，对啊，没有出签了，还差32次，要不要刷商店呢？现在刷商店其实我觉得还算蛮划算的，因为除了一般的圣约书签，还有神秘书签，只是要刷有点久。哎，朱磊，好快，刚说有点久。我是差几抽啊？我刷一点点就好了，然后其他30抽用买的，还有30，所以我刷个再刷个两次，因为刚刚刷了一次了嘛，然后再买30抽，这样大家不会等太久。OK， 再一次就好。运气都用在刷商店，可以不要吗？22抽中两只角色，你还我一只啊？我的一只跑到你那边了，我的好运应该在旅行那时候就用完了吧？我真的应该常旅行哎，以后我就累积一大堆的月光书签或者是神秘书签，然后就去旅行，离开我这个非洲之地，去旅行的时候抽就会抽到，最后一个也不来，没有。不会最后一个花了我几百钻石吧？有人中了，又有人中了，输了。OK， 哎、欸，对，我还要买30抽。哎、欸，我这样买不是就认定我现在是保底命了吗？我一次先买十个就好，不行，先买这样。认识自己 OK 的什么意思？给我这次的神器也好啊，至少我抽到一张。我是怕以后出了哪一些角色特别适合这个神器，就没有这个神器就麻烦。来了啦 ，Please come on， 已经抽了快100抽了，又是神器哦，四星。啦，真的幸好有保底啊！我真的从头到尾就是很赞同保底这一点，可惜月光抽还是没有保底。神器五星啦！哦，五星，新神器，新神器，新神器 ，Come on！ 精灵气息。怎么又歪了？不过精灵气息也是好神器啦，所以也 OK。今天运气真的不是很好，至少不是铁扇啊，出铁扇我会吐血。角色角色，维维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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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神器，四星。差点点下去，结果还是要买。我再买十抽，先买十抽就好。啰嗦，我不要一次买完。哇，超衰的耶！我的妈妈线。Oh my god！
真的要保底了啦！而且连这次的神器都没有，之前运气很衰也会一直抽到神器啊，奶奶的嘞！而且我本来要留多一些钻石等周年庆的，现在周年庆出什么要花很多书签的，我可能就没有办法了。什么成就？获得金光传人19。哦，来了，来了 ，Come on， 都快保底了，现在出我也不会高兴到哪去，而且还是神器呢，四星。25000根本就不够啊！我很怕那种一周年庆会出什么非常好的活动，25000也只能抽一次保底。来了啦 ，Come on！ 再不来我要生气喽！又是神器，而且还是四星，啊！我要吐血了。还有5次啊！现在再抽到也是省个5张，到底了啦 ！Fuck you！ 不会真的出了吧？怎么样？要省我20书签吗？神器哦，新神器啊！新神器，这样至少我保底不会重置。耶、yeah! ！至少我重新好啦，121抽一神器一角色，好不好？哦、oh, shit！ 至少有抽到这一次神器。我是不是现在应该叫我狗来帮我按？神圣的一抽，薇薇安终于要出现了，一定会出现的、啊，不用再白书转金书了，我已经知道是薇薇安。哎，好啦，真的是叠字的角色就是会保底，欧个屁呀、啊！哦，我本来想说我不用买书签的，结果还是真的买了书签。我本来以为我存的书签已经够了，才抽了35分钟，35分钟还不够长吗？好啦，今天直播就先到这边啦，谢谢各位的收看啦，各位再见，各位晚安，Sayonara，拜拜。